如果唔試咪去食其他嘢好唔好？好啊，行咯，好，就係呢度啊 ，book 咗好耐啊，跟我嚟啦。系啊，食中國古法美食啊！Hello 師傅，哇，師傅，歡迎歡迎，請坐。好西，這就是糯米雞。谢谢这个对男人好哦，非常好。我们吃过这个，当然可以啊，你们就吃这个吗？谢谢师傅。师傅不公平哦，这么大嚿给人家。这他们女人啊比较要补哦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交换啊？我喜欢吃多一点。好，请吃，请慢用。那我吃啊。睇得咁开心，其实佢哋系受咗咩刺激先会做啲咁疯狂嘅嘢噶？其实我就正正常常嘅读书人嚟嘅，咁佢就比较唔正常咯，成日都谂啲好疯狂嘅 idea 出嚟。当初有坑渠流水面嘅谂法，佢哋话系有朋友经过坑渠嗰阵，随口讲咗呢个念头，于是即兴拍咗嚟玩，点知一夜爆红。条坑渠有几污糟啊？其实。都好乾淨嘅，只不過有煙頭啊、曱甴啊、有老鼠經過啊、啲垃圾啊，可能有啲痰咁樣咯，都唔係污糟嘅。我哋從來拍咧都唔 NG 啊，因為 NG 要食兩次，所以我永遠都係一剔過。佢哋拍嘅片，網民就有讚有嘆。佢哋話無非係想睇下觀眾嘅口味。即係如果你揾一條乾淨嘅坑渠咧，就其實啲觀眾唔會話：，條坑渠咁乾淨，有咩所謂啊？咁我都得啦，咁嗰啲。咁啊，反條污糟啲嘅咁污糟啲自然就爆啲啦。但估唔到嘅系，连佢哋父母睇完条片都话搞笑，唔反对佢哋继续拍。不过博出位都有底线，底线有唔玩屎尿，呢个真系唔玩底线嚟嘅呢个。第二，我哋都会担心佢嘅安全嘅，即系如果对佢系过分危险嘅、过分有伤害嘅嗰啲，我哋都唔会话俾佢。有冇傷害？你而家仲喺度嘛？咁又係，係嚟緊啊！未必再會玩食物咯，因為玩下其他啲瘋狂行為，即係挑戰啲人哋未做過嘅嘢啦。大家拭目以待咯，拭目以待啊！好食，謝謝。好鮮甜啊，好吃啊，我都好鮮甜啊，有乜交換？嗯？咁？東網電視記者謝欣妍、周海燕報導。